我等。是不是根子樣滑的？中原再燒的，它有些香味的，即不是你炒的都是的，都是一種木頭做的龍恩符文，幾靚啊，這套是吧？你的事業呢，其實目前呢已經有一個目標的了，中間很多的阻滯，中間也有很多的難關要你去過，但是問題就是有一樣東西是好的，就是你很明確地知道你要的是什麼，還有你真的有這個目標，只是一個在過程中可能有些阻滯，但你只要順著勢去其實是沒問題的，OK 的。 Yeah。 師傅你本身是不是都買了很多手信準備送給人先？當然了。但是即是龍恩符文本身是一些作物的收成期，其實某程度上雖然師傅你是有很多收穫，但在這麼大的收穫裡面總會有一些可能不是那麼美好，或者心情不是那麼好，是不是？或者就是我